个大统华还挺有幽默感。比如年前有一天，我去购物，交完了钱，收银小姐说，消费38元以上，凭收据可以领一本挂历。哎，我一听，当时我一听太好了，我正缺一本兔年挂历呢，我就拿着收据来到了这个 customer service， 然后出具我的收据。